前两天是周末，一直被哥哥姐姐拉着出去逛街，再换一套新衣服，收拾收拾出发了。有没有小伙伴知道这是哪里呀？非常古老的一个街道，看这里，还有个蜜雪冰城。你爱我，我爱你，你是冰城甜蜜蜜。等会儿去唱这首歌，不知道会不会免费送我一杯奶茶，去试试看。对了对了，有没有来过这里的？哇，这个小姐姐的身材好好啊，好大一个苹果店啊！今天人怎么这么多啊？好像还要排队的，这是要干嘛呀？对了，最近刚出了苹果13，大家一定是过来买的吧？这么多人，也不知道能不能买得到。还好我前天就已经拿到了，嘿嘿，小伙伴们，我换电话了，大家记一下 ，iPhone 13 Pro Max 256G 远峰蓝色，哈哈哈！店里的人是真多啊，还有这个步行街，人也好多啊，应该有人知道兜兜在哪儿了吧？看这个小姐姐，应该是刚买到新手机，还拍了张照片，一定很开心吧。这里居然有个人在直播，有没有小伙伴认识呀？一起上篮，没差多少。这个人肯定有社交牛逼症，这么多人都不会尴尬。欢迎各路英豪，所有家人们，大家大哥大姐一起上，鼎力支持，没差多少。看这对小情侣，好恩爱呀，真是让人羡慕。逛着逛着来到了这里，据说这是一个超级大牌。看一下这个项链，我的天，这就要10000多块呀，太牛了吧。还有这个包，虽然没有标价，但感觉也不便宜。好吧，反正都是买不起。